说不怕偷拍啊，大大咧咧妮妮还真就不怕，光明正大的谈恋爱，媒体们放开了拍，前脚参加完活动，晚上妮妮就给冯绍峰助阵去了。他呀，他也挺像狼的，我觉得有那种就是这么残暴啊。啊，狼很萌啊，小狼很可爱的。这话说的当然不止为了夸男友冯绍峰萌萌的。如果你还没有听出来倪小姐话中有话，那小编只好告诉你，倪妮活动当天冯绍峰正在同一个城市宣传自己的电影《狼图腾》，而经过了整个拍摄过程，冯绍峰更是人狼情深，成功晋升狼爸。他跟我的感情也是最好的，这么在现场只有我喂他，他才会吃，并且我已经对他进行了爱的包养。哦，真的？你认养了他吗？认养了。这局面还不够清楚吗？悄无声息的，人家恩爱都秀好了。稍等，还没完。当晚除了主创们纷纷到场，发布会开始前，下午刚刚完成商业活动的狼妈倪妮也姗姗来迟，埋头钻进了观众席。识趣的窦骁立马起身换座，好让小两口赶紧聊起来。哦，对了，汪峰也来了，卖力献唱了影片主题曲。好吧，眼看着今晚汪峰老师又当不了主角了，但是给您留点唱歌的美丽画面，小编还是可以做到的嘛。娱乐新天地北京采访报道。